边客报。你紧张就会唱歌吗？对，爱啦，好像是这样唱的。什么是唱这首？是不是不是你？老痛哎！哈哈哈！哈哈！快抓起来，我认真来表达我的爱。你的温柔，你的可爱，你的力量，你的好彩，和我对好，我超有。和我对你不变的真爱。大家好，我是 Sandy， 我是吴珊如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哲林。你好，我第一次看你的戏是《我的秘密花园》，而且是因为偷偷拿联络簿去给妈妈签，才可以那么晚的时候看到第一集。然后从此之后就都不拿联络簿准时签名，都偷偷的晚一点。对对对对，我等到好像是9点还10点要播的时候，然后再拿去给妈妈签名。对，就可以偷看这样，然后一直看到说去睡觉。好，然后再跑去睡。可是我们刚刚在讲的时候，就一直在想说，你应该常常听到人家这样跟你说。嗯，对，这2年比较常听到从小看我的戏长大，他让我出道的早，就觉得合理。对啊，没关系啦，因为你知道很多人都跟我说他们是看着我爸长大的。哦。不用紧张，我快吐了。紧张讲越多次就越不紧张，所以真的好紧张哦。讲出来，超级紧张，讲出来就越讲越紧张。滑滑滑滑滑，超喜欢婴儿的，超爱婴儿的。刚刚有跟他女儿稍微聊了，很可爱。女稍微，他有回你吗？你聊了一下，他有回你。他回我，你知道我们新二代心里有想吗？曾经飞机还没起飞的时候，因为他要去录完很大，就跟我爸，然后家父，对，跟家父，然后他就FaceTime 打开，然后还跟整排的明星嗨这样，然后就说佑胜哥哥嗨这样，然后就 kid 然后就拉回来。飞行一定要，他超爱他的，对，我知道，一路上都是这样。对啊，没关系，你现在有女儿，你一定也懂。I know， 那种